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海水的密度是 1.025 克每立方公分呐、啊。这个测量值有四位有效数字，哦，四位啊，三个精确数字，一个估计数字。其中的 1.02 哈是精确判读的值，而 0.005 是估计的值。好，他问第一小题。第一小题他是说啊，这个铝它的这个密度哈是等于 2.7 乘以使得三次方千克，哦，千克就是公斤啊，那每立方公尺。则这个测量值有几位有效数字？有三位啊，哦，有三位有效数字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B。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呈上题这个测量值中估计值的单位为，估计值是这一位啊，估计值，它的单位哈是0.01乘以使的三次方公斤每立方公尺，那所以这个是等于十千克哦，千克就是公斤每立方公尺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